由蓝色诗同名小说改编而来的古装探案轻喜剧《一片冰心在玉壶》在11月29日上线播出后，就获得不错的热度和口碑。人物的塑造、精致的服化道、极有质感的制作、正儿八经的悬疑线等等，都是该剧打开热播局面的关键。这部剧主要讲述的是天才少女莫言立志成为江湖第一侠盗，为了给蒙冤入狱的五师兄翻案，却意外成为女捕快的故事。号称蜀中第七恶的神犬莫言只身来到了开封府，成为女捕快的她又很快与府中傲娇高冷的展昭结成了欢喜冤家，于是两人就组成了御猫神犬 CP， 并且在探案的过程中渐生情愫。两人一路揭露层层阴谋，莫言不仅揭开了自身身世之谜，也明白展昭心中侠义与情感的两难抉择，最终一同不畏困难，守护世间正义。和以往开封府的形象不同，《一片冰心在玉壶》这部剧主要是围绕女捕快莫言与展昭的故事来延伸发展，相信会引起不少网友的关注。另外，这部剧的演员选角也同样十分有看点，其一就是饰演莫言的演员张慧雯。这位演员大家或许都不会陌生，参演了非常多热门影视作品，搭档龚俊主演了电视剧《你好，火焰蓝》，还参演了由于正等人编制的古代家庭剧《当家主母》，是一位实力非常不错的演员。饰演展昭的演员吴希泽想必大家也都非常熟悉，曾参演了《流星花园》《长安少年行》《将军家的小娘子》等剧，还主演了古装剧如《梦令》，反响都非常不错，尤其是他的古装造型非常惊艳。在当下大剧横行的市场现状下，精致小剧如何突围，或许《一片冰心在玉壶》已经给了最好的回答。观众开始就是冲着看甜宠剧而去的，没想到不仅收获了小清新爱情线，悬疑感做得也不错，真的是爱了爱了。你记得杀青的那场戏吗？就是杀青，我们俩在绿幕里面拍那个我到水底下去救你，给我渡气那个吗？那场戏也拍得非常之，就是靠我们俩真的是拿，你知道，就他们都不知道，就那场戏我们俩是在空中嘛，吊着威亚，然后我从底下把你拽上来，然后我俩还要得360度旋转，我感觉我俩在演，就是演一个仙侠，就全是无实物的，你记得吗？就那个鼓在底下吹，对，然后本来是应该是在水里嘛，对啊，要为了演那种失重感嘛，就基本上全是那种就是很飘逸，完全不能自控的那种，然后就在上面一直转，转的头晕了，对，是。那场戏，但是那场戏拍完了以后，咱们就杀青了。其实想一想，那场戏也不算这场啊，对，就这场戏。你下来救我，就各种的绿幕上拍，哎呦不错。哎，那如果你想到比心的话，你做的第一个动作是什么？比心。嗯，如果你要下一个比心的动作，再下一个比心的动作，什么？这样也是比心，你知道吗？就这两个手指头，然后这样子也是爱心。这跟这个不都差不多了吗？哦，嗯，你下一个比心的动作是什么？好巧哦！醉了。比心的动作是什么？啊？你手别不过来。这样。哎呀你对这部剧有什么看法？欢迎留言评论哦。同样有想看悬疑密恋的朋友们，可以放心去追剧了。